八号，哎，4月18号，追火车追起来。哎，我们是追火车，今天在哪里？芦洲。第一棒谁？第一棒谁？第二棒。第三棒。第四棒。第五棒我。第六棒。耶。第七棒。压线呐、啊。压线，中间中间。所以说，第一棒跑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大家还在干嘛？睡觉。队伍来，一二三，台湾射手联盟，谢谢，拜拜。还在，我8:50就是赛跑环，不到10点，有这一根。我过去在9点，然后我等到10点。这辆车是第六届美女，七七女对啊，前面还能录影的。好，现在是7:18。拆火车 A 组、B 组都已经出发了。哦，正前方的是变装组 ，OK。这边管制做得都非常好，各条路口呢都有三角锥，啊，那警方还有工作人员。第一站呢，我们的 C 组的第一站马上就要出发了。前导车，这是我们 C 组第一棒，哇，已经有人过来了，好厉害！加油加油加油！该动回答八号机长。啊。那个没有练过，不要一开始冲那么快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！哇，好厉害！这边第一棒都是必须是女性，后面就不限了。哇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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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没想到台湾跑步人口这么多。快点，第一棒啊，跑啊！让他跑过去。有啊有啊。好了，我们刚刚看到我们的第一棒跑过去了，是 C 组的第一棒。那他跑过去了，我们要做什么？回家睡睡觉了，回家睡觉。对啊，时间还早，先回去尝一尝。然后待会儿现在是7:25，那我们待会儿先回到车上休息一下，然后再按各棒次，可能10点再到各火车站去集合，然后报到。准备跑步，那大会都有准备他的 GPS 定位，那我们身上这个叫接力棒上面有晶片，所以我们大概都知道大家的赛事到什么程度。
好，谢谢。在这边现在呢，我们要坐火车到贡寮、双溪、牡丹，对，这些都是要到各后面三站的跑步选手。进出呢都有戴口罩，然后这边是变装组的。OK， 那我们是从芙蓉火车站出发，这也是我们的赛程跟终点站。然后之后呢会到贡寮一个，然后双溪一个，牡丹一个，然后刚刚从芙蓉到牡丹那边会从第五棒，然后再到双溪第六棒，然后再来到贡寮第七棒，然后回，现在呢要到贡寮了，我们的第七棒要下车了。拜拜，借过借过借过，不好意思借过，来下车下车，借过谢谢，借过借过。现在是双溪，我们的第六棒，哎，要下车了。然后这边一大堆都是第六棒的，也有第七棒。OK， 拜拜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哎呦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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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好，这边是牡丹车站，那我是第五棒，第五棒的牡丹车站，在这边下车了。慢慢跑，好 ，OK， 来这 ，OK， 你的坐下坡，好，慢慢跑就好了 ，OK， 拜。来，快到了，终于快到了，加油！八零六，好，加油，拜拜。八五三六二九，这边是大湖中心，就是浮水区
有香蕉，最好是自己带塑胶杯。今天是跑过第五棒的，这边休息一下，然后坐火车回福隆。群众没有赛。